维生素 C 和 E 如何祛斑？如问医生特邀专家李蕊莲，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。维生素 C 和 E 是老百姓常说的，又口服之后好像都能祛斑，有祛斑作用。它是一个抗氧化的，主要是抗氧化，抗氧化就是我们一个抗衰老的一种说明。维生素 C 你其实用外用的话也不见得效果，我们都是口服维 C 和维 E， 主要用的是它的抗氧化作用。抗氧化作用就是在抗衰老方面有起很多的作用，但是祛斑，斑也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，所以我们抗氧化之后它对那个祛斑也是有一定的作用。它的，但是它的机理不是说一对一的，目前没有研究出来一对一的那个用维 C 和维 E 就是彻底的就是有那个祛斑的作用。维 C 是有美白的作用，但是用在外用上面，外用但是不能见光。我们现在目前用那个左旋维 C 了，我们都是晚上睡前才用的，它是不能见光，见光之后它可能还更糟糕一些，所以用这些东西都要用的比较恰到好处才是比较可取的。